这幅画的名字叫恒河之水天上来。那为什么要画印度这个风景？因为十年前去了印度，然后也比较特殊，然后东南亚的那种风情。那恒河是一个非常有名很特殊的一个地方，所以呢画了一个恒河之水天上来。这个当然要说一下吧，这里就是代表喜马拉雅山恒河女神，然后你在恒河里面可以看到哪些元素呢？就是卖纪念品，就是划船在恒河里面他会卖，那游客就是在船上跟他买，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化。然后也会看到好多小朋友他们在水里面有玩水的那种感觉，当然也会看到美女，也会有帅哥然后也有这个他们很虔诚的在那边拜拜，这种所有的元素都拉近了。那也有晚上的时候，所以这幅画它有分早上的感觉晚上的感觉，到这边就是晚上。那这个晚上的时候他会做一个活动就是祭典的活动啊，这些都所有的元素都合在一起加进去，也是慢慢体会吧，也是一种自己去的地方，就是这个旅游就是纪念一下。那去了好多地方，就是慢慢来吧，一个国家